帮我们大家请看，这是一个项链手链龙骨结的打法。首先线绳上方打一个半扣，上方掏出了一个绳耳备用。左侧呢将绳环套在上方，右侧拉紧收力，重复以上动作啊，左套右，右套左，重复拉紧收力，重复以上的动作多打几次，打到你理想的长度为止。大家请看，向上推动，左侧拉紧，左侧向上掏出绳耳，右侧拉紧，右侧向上掏出绳耳，左侧拉紧。大家请看，直至打到理想的长度，非常实用的一个龙骨结的打法，装饰性绳结。